家好，何老师好。好帅啊，好帅啊。其实你这是第一次参加艾尔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听说刚才在等的时候开了一本半我们的杂志。没错，一直在翻。一直在翻。其实这也是林玉庆一个人来走红毯。对。就是这样的经验多吗？以前完全没有过，今天一个人走其实还蛮紧张的。会紧张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紧张的地方在哪里？因为平常一群人出去，我们一帮人出去就很有气势，就可以偶然，你知道，就可以松一下，偶尔放空一下。但现在全部都是对着拍，然后就会有点紧张。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很特别的一个叫做云间的红毯，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办过活动，而且呢，走红毯走过去，你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整个上海的这个城市的风貌，没错，没错，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，很漂亮。所以其实你自己在私底下的时尚观是什么样子的？哦，其实我还蛮晚接触时尚这一块，然后其实进入圈子以后，慢慢的被公司的人教，还有朋友影响的。所以你在入行之前，在出道之前是一个很朴实的男孩，就会有自己觉得好看的东西。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什么风格的？其实我比较懒一点，就是我会穿一些比较舒服，然后换的时候清洁什么都很方便的那种衣服，就日常休闲风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也耐洗，对，耐脏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就是我们俩人生观是一样的。是吗？是吗？我到今天还是这样，除了工作之外，我也是非常喜欢穿那种很舒服 T 恤休闲，然后也不怕就是磨损的这种。对对对。但入行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自己适合哪种？其实入行之后一直在尝试啊，然后我觉得现在目前所有的尝试，我就觉得还蛮棒的，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对，都还不错。有没有自己觉得不敢去尝试的风格？女装，对，我们之前见面会的时候有考虑过这个扮女装的东西，然后对，当时我是非常排斥的，所以从来没有试过，从来没有试过。对，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答应尝试？这个有点难，有点难。对，是准备不去尝试了。不，先不要。你为什么那么抵触？你是有私底下试过发现不适合吗？对，就是会有点别扭。有点别扭。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些团员他有试过，然后我就特别佩服他们，很有勇气这样。那有没有什么你自己想尝试的风格？还现在还没有玩过的，还没有试地的那种，就是那种摇滚，日式摇滚那种，然后带一点点可能重金属的，然后眼妆或者比较浓一点，对，然后这种，因为平常都很朴素嘛，对，就没有尝试这种比较重的东西。我觉得你应该很适合，因为你的五官很强烈，所以如果去玩那个，是吧？对，有一点暗黑系或者是视觉系，粉丝会不见这样。不会的，全部都跑掉了。不会的，你勇敢的尝试，我们勇敢的支持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今天来这个。一个活动到目前为止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就是这里真的好高。对，我本人是有点恐高的。哦，怪不得。对，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找时间，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去。他们有没有要你在那个窗口就说你假装要望几次？他说你要看下面，然后假装那种 很悠闲的感觉，但其实腿在抖。我明白了，坐个电梯等了5分钟，我说哇怎么还没到。一直在升。对。好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晚宴我们是在2楼啊，会吃会喝。yes 可以吃饭了。好吧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辛苦了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